我是说了，我们这个如果想学多点东西，学一点权威的东西，是不是可以看那个苹果官方文档啊？那刚刚我是不是点开这个插扣？点开插扣呢，是点击这个 help 这里是有个 documentation API reference 这里。但是现在你看啊，刚刚我在课余时间，我把插扣的所有文档删掉了。我刚才已经删了啊，我从零开始告诉你们怎么把离线文档搞进来，听懂了吗？听懂啊？点击 documentation， 一点你会发现，再点击一个眼睛，你看，刚刚这里是有三栏的。还记得不？刚刚是三个，刚刚被我删了，现在被我删了。现在再看，这 iOS 6.0是个假象来的，早就被我删了。真的，点击这里，点一下，是打不开，是没反应了。再展开它，再点击这里，是一点开啊，被我删了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把这个文档搞定来呢？如果现在是你们这个手上那个插扣啊，想看文档，只能有两个途径，一个是联网，另外一个呢是把离线文档装进去。什么离线文档啊？是不是就从苹果官方已经下载下来这个文档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我手上已经有个离线文档，我教你们怎么装进去啊。这个 documentation.zip 文件看到吗？压缩包，这个压缩包你一双击它就解压，解压出来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拓展名叫什么？拓展名叫 .dotset， 一共600多兆了啊。搞清楚，这个呢就是我们文档的一个集合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把这个文档集合装到我们插扣里面去？有两种途径。听清楚，两种途径。第一种途径，你直接装到插扣里面去；第二种途径是放到什么呢？放到我们这个电脑上的某个文件夹下面去。第一个，看到，第一种途径直接装插扣，我跟你说一下啊。第二个，第一种途径呢，是不是直接放到哪里去？我是可以直第一种方法，是可以直接放到我们这个插扣里面去，直接放到插扣中。什么叫直接放到插扣中？插扣 COD， 那啊，接下来看我们报告啊。点击应用程序，应用程序里面也是有个插扣啊，对不对啊？右键显示包内容，显示包内容点击 contents 这里有个 developer 开发者，开发者一点是有个 documentation 一点是有个 docset 呢，它的啥意思吗？是里面放 docset 文件的。我们刚刚的文档是不是就是 docset 文件的？知道怎么做吗？把它扔进去，听懂吗？扔进去啊，看到？那把这拷贝一份啊，来command C 一份呢，放到我们这里啊。好，拷贝。不算漫长了，就一分钟，看啊，拷贝，这是第一种方式啊。那这步骤在哪呢？给你们敲一敲啊，给你敲一敲，在这个地方来，应该是点击它，再来个显示简介，对吧？去看一下这个文件在什么路径，在这个路径上面啊，来，这个路径要跟你们说一下啊，等一下保存一下，在这个路径怎么找？会的吧？是不是？应用程序下面的什么玩意啊？是不是应用程序下面的插扣？要右击点开插扣，是有 contents developer， 是不是在这里咬 OK？ 好，等它拷完，拷完之后呢，注意了，看啊，拷完之后呢，你先把你插扣完全退出啊。我现在插扣是不是完全退出？是完全退出啊？为啥呢？下面没有白色点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关键说下插扣下面还有白色点，赶紧右击把它退了，听懂吗？退了 OK。现在我这个文档啊，是不是已经拷进去了？好，运用了，我点击插扣，看到，点插扣啊，点了插扣，好，点插扣呢，来点 help， 再来 documentation， 啊，再点这个，展开，是有了 ，language OC 是都有了，听懂吗？下课的样装，我把论搞给你们。还有一种方式，如果这种方式你机器上不行的话，还有一种方式，因为有些插扣的版本这种方式不一定行，听懂吗？所以介绍两种方式给你们。好，第二种方式呢是什么呢？是放到硬盘呢，是放到我们硬盘的某个路径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是吧？放到某个路径，那哪个路径呢？等一下啊，来在哪呢？看到前往这里是个电脑，或者个人吧，个人知道什么文件吗？是不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Apple 文件？是不是清楚啊？或者你不是很清楚，还是从电脑吧，看到电脑这里面是有个硬盘的，我们硬盘里面是有个用户啊，用户里面是有个 Apple 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桌面啊什么？注意。这是个隐藏文件，你要先把你的隐藏文件打开，显示函好，这个隐藏文件是用 Apple 下面是有个资源库里面是又有个 developer 里面是有个 share 的共享应用 ，share 里面是个 documentation 又有个 docs， 知道怎么做？是把我们文档拷进去，听见没有？两种方式啊 ，OK， 第一种方式不行，用第二种；第二种方式不行，用第一种，是不是？总有一种行的。实在不行，就联网了，是吧？我一样联网了，是吧？当然，我们在这个教室里没办法联网，是吧？这只能用电脑上。首先，这 users 后面是不是我们的用户名呢？
我的用户名叫 Apple 嘛，是不是？然后后面就是什么资源库啊，什么 Developer 啊 ，C 啊 ，Documentation 啊，后面还有个什么文章，叫啥？就叫 Doc Set， 是不是 ？OK， 所以呢是这两种方式啊。好，这两种方式呢，我就写给你们啊，写给你们放什么地方看到啊？我就来个 CD 点点杠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插扣文档安装，然后呢放到一个 DNN 文件里面去吧 ，Open， 嗯，哦，没有 touch 啊，插扣啊，这。敲错了。好，文档啊，文档安装是不是来个 DM 文件啊？在这里啊，好吧，我写在这里，把这个路径呢给你们啊，就非常简单了，对吧？当然你首先是得有这个东西啊，我会共享给你们这个东西，解压就行了，解压就行了。好，为什么我不直接把这个道歉给你们？为什么还要压缩一下？因为其实这个道歉，你不要看它是一个文件，其实它是一个文件夹，只不过拓展名被改了什么道歉，其实它是一个文件夹，注意啊，它是个文件夹，既然是个文件夹，里面的文件是很散啊，拷贝起来是非常麻烦的、啊。所以我把它压缩一下，听懂吗？它是个文件夹来的啊。好，你看右击这个显示包内容吗？显示包内容，它里面是不是很多东西？你看是个文件夹来的，是不是？文件夹来的 ，OK。好，这个知道就行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要压缩呢？是这个原因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打开我们的文件，我把该考的东西啊考进去啊。Open 一下，嗯，啊，插扣文档安装，好放这里，好吧？就这两种途径啊，给你们说一下。要扣呢，把这东西给我装一装啊。